这小子想跑，奈何我已经飞过来了。没想到吧？妈，老子都说了不打不打，你耳朵聋了？我操！谁跟你说了不打呀？啊？我说了吗？让你。我有没有说不打？你个死主播唱！我主播？我不是主播，谁说我是主播了？对待你这种人还不打？打的就是你，还不打？一个跳枪，再来一个跳枪，还不打？打的就是他！开什么玩笑？队友搁那投雷呢，还有人？看来今天是不可能放过你了。今天是不可能放过你了。油，好好的油，油知道吗？瞄我！你是一点都不带怕呀！抓我！开车去哪呢？交给我了。再瞄，再瞄，我不废了你。想干嘛？以为占据了这个桥我就过不去吗？看你那怂样，估计也是不敢忙我。你好像必须倒一次你才知道啊！你好像必须要倒一次你才懂啊！四个不敢满一个，你也是个人才，你敢满我吗？拿那些没有用的枪，有本事你就来满我，你敢吗？留下你呀、啊，铁子，那就不好意思了，不好意思。我来了。你有啥实力呀、啊、你？你们有什么实力？与我为敌啊？这是不是挺凉快的呀，哥们儿？这是不是挺凉快的？说呢？啊！把我打倒，可以。你有实力。我离那么远，我他妈被蹦死了。